甜品店、修车店、健身房都有了，还有一家汉堡店。吃完甜品，吃汉堡，吃完汉堡，身体需要燃烧脂肪，到健身房进行锻炼身体。电影院如果不够，我们可以再加一层，哎，自助侵占整个城市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雷哥，今天玩的是 VR 游戏《乐高城市》。在这个城市里，我有属于自己的家，就是这里啦。这是我的房子，你们看，超级酷，好几层。无论谁来做客，咱家都有住的地方，一层、两层、三层、四层，楼上还有直升机，光汽车好几辆。不光有汽车，游艇、卡车、司机、管家、后院还养了奶牛和鸡，随时可以喝到新鲜牛奶。我计划在房子对面把这块地也买下来，开店赚钱。首先我们铺路，要致富先修路。为了便于操作，我们放小，哎，这一片已经不小了。那么接着我们要开店，各种商店。你们说开什么店比较赚钱呢？先来个甜品店，别人这样盖，咱这样盖，把这地方成为一个 CBD。 甜品店 OK， 汽车修理店，哎，这个主意不错啊，排好。这里边还有个汽车，健身房是必须要有的。甜品店、修车店、健身房都有了，还有一家汉堡店。吃完甜品，吃汉堡，吃完汉堡，身体需要燃烧脂肪，那么到健身房进行锻炼身体，这个主意非常棒。这里是 cinema 电影院，哎，在这地方比较空旷，后院可以停车。你们看，每天的电影各种大片都排满了，前面是售票处。电影院如果不够，我们可以再加一层，哎，两层起电影院。看完电影过来喝杯咖啡，咖啡馆怎么可能没有加油站呢？光我的汽车就有1、2、3、4、5辆汽车，加油站是必须的。我们把加油站放在这地方，便于来往车辆，因为前方是飞机场，必须得有加油站，把加油站建在这里。门口放个牌子，来往车辆均可以看见，上面落个棚子，加油站一般都有棚子，对不对？一台不够，就两个，各种汽油，无论是90几号，咱都有，柴油也有。这边再放一个，光靠加油站，我们一年也能赚不少钱呢。OK， 这个有规模了。接下来我们在这里边继续扩大，包括各种当铺，配套相当齐全。VCD 租赁处、商店，这边是冰淇淋店，这边再安个甜品店。那么这么多店铺，总得有人上班吧？如果没人上班，没有人，店铺就白建了。我们在这边中心位置再建几座摩天大楼、办公楼，一栋不够，再来一栋。我家门口就是成为 CBD 城市的中心，在底下我们再铺点草坪，我们取出两块位置来铺放草坪，这样起码有绿地，可以过来休息一下，呼吸一下新鲜空气。在草地上我们种上果树，各种果树咱都有啊。成功，
再放上两把躺椅。哇，这样就能散步，能休息，能娱乐，能购物，还能上班。不行，我们在附近再建一个工厂。哇，大工厂，工厂上面放上太阳能，太阳能发电，环保，放水塔，在楼顶放卫星信号塔，便于接收各种信号。我们这个楼为了和里边做的不一样，有区别，我们造点别的，我们做一个蜘蛛，蜘蛛作为我这地方一个 CBD 的标志。现在四条腿再加两条腿就完工，哇，太帅了。我们加上头，蜘蛛已经建好了，这是我们城市的一个地标，蜘蛛侵占整个城市，谁敢欺负我们这个地方？你们说这样布局还有什么需要优化的地方？下面还需要做什么工作才能让我整个这城市的中心更加繁荣？那今天我们就先玩到这里，下期再见。